我哋公司參加咗呢個公開大學僱員進修計劃之後咧，咁我哋睇到就係啲員工係積極咗嘅。我係好中意讀書嘅，我本身我覺得就係、人生就好有限，知識就無限，我哋唔能夠停留，亦都唔能夠脫節。員工咧，佢需要喺工作以外咧，去尋求更多嘅知識，例如係時間管理啊，或者係與人溝通嗰方面咧，佢需要翻去公開大學去尋求更多嘅知識。咁另外喺公司裏邊咧，亦都係不斷去發掘一啲人才，就係佢唔係淨係專咁簡單，佢要求一個博。工作過程裏邊，公司係發覺到佢有其他嘅潛能嘅時候咧，呢個已經係好大嘅收穫。咁大家都知咧，我哋係媒體嘅工作啦。咁喺一日裏邊，其實嘅時間好長嘅。咁點樣配合翻咧？就公開大學嗰方面嗰個持續進修課程，就係話佢哋有一個好大嘅長處，就係佢唔需要逼嗰個同學喺某一段時間裏邊完成一個樣嘢。咁呢個好緊要，因應翻咧佢自己個彈性去攞個分數或者攞個知識，然之後慢慢儲翻嚟，然之後完成嗰個學業咯。我對公開大學的畢業生有一個睇法，他們大多數第一是比較成熟的，我自己感覺就 是比較認真一點，希望公開大學能夠一路都像以往一樣做出驕人的成績，還有最後最重要的就是繼續培養更多傑出的人才。